先勾一个，又勾到了哦。奇怪，我的蓝 buff 呢？哎，中！一路绝技，这个蓝 buff 都要重生了，真的还没吃到一个。兄弟们啊，我来玩夸克，我的夸克啊！我这夸克带治愈哦，随机单中路线。小丽呀，小丽呀，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小丽呀，有没有人叫小丽？就真的是非常小丽哦，应该不会有人想要叫小丽，应该想要叫大丽哦，大丽，小丽呀。我是大力啦，我玩的是夸克，就大力，最大力，哎，他们是谁？哇，也是悟空啊！我要去勾他的蓝 buff 喽 ，go go go， 小力呀、啊！哎呦，有在蓝开的哦，有在蓝开的哦，这个蓝 buff 走回去大概在30秒吧，我的 CD 也好了哦，我的 CD 也好了，他的蓝 buff 走回去了没？进攻！哎，不，这个不能给他吃掉啊！这不能给他吃啊，兄弟！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我要攻了，攻！这是我的蓝 buff， 我的，哎，这是我的，太坏了吧！哎，可以吗，兄弟？给他吃，可以哦，我帮你攻回来。哎，中，可以哦。哇，十米666，呼，小丽呀、啊，嘞，对面超尬，我要去勾他的红 buff。哎，先勾一个，哎，还敢吃啊？还敢吃哦，还敢吃？哎，走回去不知道多久，待会我 CD 又要好了哦。4、3、2、1，哎，我又来了。哎、欸，谢谢！哎、欸，砍醒我的你，我的打野都已经出野了，我打野都已经出野了啊！来，好，来喽！哎、欸，我的 CD 又好了哦！哎、欸，中！哎、欸，宝夹怎么那么厉害的吗？好烦，我好烦！哎、欸，这个他的队友到底要不要帮他啊？主要是来打起来踩扁他！哎、欸，这个红 buff 我要定了哦，这个红 buff。哎、欸，勾活出来！哎、欸，又勾到了哦，又勾，他的蓝 buff 都要重生了，他都还没吃到一个，我会笑死！等一下，再来勾一次哦，再来勾一次，哦勾哎、欸，敌人消失，抱歉啦 ，Timmy， 我怎么也三级啦、啊？你勾着，我也三级了，是不是？才，哎、欸，再来勾一个哦，小李，哎。哇，给你吃到！你们要信不要信？你的蓝 buff 已经不见了啊、哦，他回去、欸。奇怪，我的蓝 buff 呢？就跟这首歌一样，小丽啊，小丽在哪里？小丽，哎、欸，吃不到红 buff， 哎、欸，回去的时候发现，哎、欸，蓝 buff 也不见了哦。七路绝技，踩扁你！你哇，哎，我就叫勾勒勾勒勾，走！哎、欸，中，他的蓝，他哎、欸、哦，哎、欸，稍等一下，他的眼，哎、欸。他弄我，兄弟！请求集合。我完蛋了 ，Go！ 回来我身边啦、啊！我有红 buff， 我要定了。哎、欸、嘿，他的蓝 buff 快出了，蓝 buff， 我踩！哎、欸，他的蓝呐、啊，哎、欸，他的红也快出了，他的红蓝跟红啊！快点把它吃掉！请求集合。快点吃掉！哇，爱你，心里，谢谢。快跑！哎、欸，我先去勾他的红 buff 啊，勾他的红，走，他会气死掉哦！我又没有吃到，哎、欸，他的红出了，然后玩到那个塔不见了，哎，先勾出来，啊，他没有蓝的，你看他来过来吃红 buff 了，他超级不开心的，完蛋了三只，你们觉得我会被发现，兄弟们，完蛋了，我要被发现了吗？等一下哦，很紧张哦，很紧张。哦，谢谢你啊、哦！还好吗，兄弟？人气死人了、哦！哎，一路绝技，
给他吃红 buff 啦，不然我怕他会把游戏删掉哦，游戏删掉，go go go！ 请求集合。我吸到悟空了，可是我要死了。可以哦。我的蓝，我的蓝呐、啊，我的蓝呐、啊，这我的，这我的。等一下，先中。怪做啊，想那么坏话呀、啊？这我的，这我的，主要是踩。这我的，谢谢。好吃好吃，先走喽。他的红啊。我去那边 stand by 啊，他的红，走。我们站这里蹲好，蹲好。那个队友打架，我们完全不需要理哦。撞，进入绝境，踩，攻，踩，那个红完蛋了，主要是那个红啊，可以吗？这个红，好，你吃掉，可以。一样意思。他的蓝啊，主要是我的蓝啊。你们有看台的人都知道，我对蓝红 buff 真的是身不由己，真的是就像怎么样，你们知道吗？有人会对大胸部会一直默默的想要靠过去哦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我对蓝红 buff 就是有莫名的魅力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来注意一下哦，红蓝 buff 要重生了哦。等一下哦，感谢赞助。我的，哇，没关系，给你意思也是可以。来，你完蛋了哦，中，回来啊，踩扁你，悟空来了，请求集合，你直接进来做，小姐姐，好，你逼我 OK 哦，那我踩扁你，我去吃我的蓝 buff 咯，我的蓝 buff， 走，中，中了，我跟悟空，踩扁你，中，你完蛋了，踩扁你，复活甲，踩，没有人要打他，兄弟，瞎瞧啦，你们没看到他，红 buff 快出了，出了，你们看，我对对面的蓝红 buff 的那个时间 timing 又抓得要非常的行云流水，就像怎么样，就像泡面只能泡五分钟、三分钟、三分半、三分三十五秒就可以拿起来吃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我要抓悟空哦，抓悟空，最好的餐具是牙齿，又勾到，我怎么又勾到你了啊？中一个未来哦，你别离开我身边啊，昂哎，别离开我身边哦，我直接瞬移过去找你哦。中，哇，给他跳走了啊。悟空，踩，踩扁他了，踩扁他了。等一下哦，我先来，等一下哦，等人，别。进入绝境，法666哦。我怎么幸运积分被扣了？尴尬。这个是什么游戏？这个游戏是洛克人三。